这是万寿泉，在边上一个小路，下去就是那个泉眼。哎妈，挺好的。还敢喝一口？哦，我喝了。你到门口了，我们在这个就是你上那个儿童公园去找我们吧。儿童乐园。啊啊！就在这山里头啊。这个万寿泉，这个是纯天然的矿泉水，含矿物质很多。这个打水的老师是那个开车一个多小时从这里打水到他们那边，还是很蛮远的。这个水看来是整天有人打是吧？嗯，我说这个水啊，每天都有人来打哈。嗯，水也都不来打的。啊、嗯，这个水又不花钱，看来能来打的都来打了。顺着这个路下来，就在这个万寿泉打水，一般天亮。一直打到天黑不断。